好了，那我们由北京又来到了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地方，就是江南。江浙沪呢，可以说是盛产美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对吗？对吧？对，在座的都是江南女子、江南美女哦。来，我们知道江南美女呢，以温婉、贤淑和优雅的特质而著称。那么旗袍又是他们的代表的服饰，既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，又散发着时尚和韵味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由卡城江浙沪上海联谊会为我们带来旗袍走秀《江南美女》，让我们一同来领略江南之美，美女之美。有请。